好，苏格兰独立公投在台北时间今天的清晨5点结束，随后就进行开票作业。我们马上要带你来看是最新的计票结果。好，带你来看到目前呢，支持独立的票数占比呢是45%，而反对独立的票数占比是54%。好，全部32个投票地区目前完成计票作业的有23个地区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哦，反对独立的票数一如先前民调预测的一样，跟支持独立的票数差距其实非常的小。好，目前的开票呢，结果还没有完全的出炉。有最新情况，我们当然也会随时的为你掌握。